所有的压路机，它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打开这个电源开关。打开电源开关之后，我们这边打火。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，咱这个驾驶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这个是档，这个档位就是往前推的话，它就是往前进，推的越多，这个速度就力度就越大，速度就大。往后拉的话，往后拉的话，它就是后退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门。油门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为大家试驾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机器是否好操作。